来，今天哦，咱要来上课啊，哈。好，来，咱开始哈，继续。我看这个赖三个影片了哈，因为哈，我家己来民政府，我咧想讲，我要做啥货？我甲赖三共款啊，我爱去山行行，所以我就去选林务厅，吼，我就去中华民国的林务局的网站去甲看。我咧想讲。种树啊，敢会当种伫山的吗？是安尼吗？哈、啊，咱来看哈，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啊哈，来看哈，这是台北市，你有看到绿色的吗？青色的你有看到吗？无，因为咱投影机拍出来啊，烧了啊，走去啊。其实哈，伊个青色加叠加啦，这是河啦，这个所在无人住河中，所以才一条青色的，这拢无啊。拢无青色个啊，规个都市拢开发去啊，无一点仔个绿色，表示空气安怎？无好吧？吼、哦，啊，再来看，这是台北市哦，这是台中，你敢有看到青色个？其实啊，只有一丝啦，你嘛色走去，基本上来看，拢是厝嘛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啊，无路嘛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这是台南，台南其实有较好一丝啦。啊，这是青色的啦，这附近啊，遮嘛有啦。但是大部分来讲，拢是厝嘛，无青色的嘛，对不？好、哦，哎，啊，这是英国的迄个伦敦，同款，吼，伦敦更加惨，几乎完全看不到绿色哈、啊。哦，过来，啊，这是巴黎，巴黎嘛是，啊，巴黎嘛是差不多拢无看到青色的。啊，柏林哈、啊，这是德国的柏林，我感觉足特别的哈。啊因为这每一个相片拢是对空中一公里安尼翕落来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看到的柏林个安尼，其实柏林的城市有较济啊，这已经有较济啊，哈。你若去来救起来到两公里的时阵哈，你就发现讲，柏林哈、啊，其实伊的边啊，全部拢是青色的，但是这个市中心嘛，青色真少。其他咱拄只看过遐大都市啊，就算救起来到两公里的空中看哦，嘛是阁同款，啊，全遐厝啦、路啦，哦，啊，再来。这是东京，东京有较好一撮啦哦。哦，但是我为这个更加恐怖哈、啊，密密麻麻，密密麻麻。哎、啊、呦，较侪绿色的，这嘛绿色，这嘛是，这嘛是。哦，来，阿、啊、姐，这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啊。我去哈、啊，我去美国纽约曼哈顿岛时，我错一条了，你知道吗？想怎？这是一个岛哈，美国的纽约市主要的所在就是这个岛，这下骹只个有哈，这后壁我都摄出来。伊这个中海该设一个公园，这个长长的这四角形这个公园，伊这个面积哈，差不多占这个岛的差不多哈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。啊，伊怎啊话哇？当初设计这个规划这个都市的人，那遮厉害啊，那会知影要留这个所在啊，遮大的面积吼，该做公园安尼。你去遐看哈。不管什么时候去啊，总足侪人伫遐咧运动诶。啊，这个纽约中央公园啊，这个号做中央公园，全世界有名诶。啊，中华民国来个遮甲咱建设，啊，敢有啥物好好啊规划？没有吧？我去看林务局诶网站哈、啊，有啦，鼓励私人造林啦、啊，啊，但是我看伊嘛是拢啥，拢种伫啥山坡地啦，较无好迄个地形啦。啊，平地哈，伊讲会使啊，私人造林哈，上无爱0.5公顷啊，诶，土地0.5公顷的土地，才要甲你补助。0.5公顷是偌大？你有概念吗？几分地啊？5分啊！我甲你讲啦，恁遮吼，恁啥物人土地有5分诶？无几个吧？我要安尼讲啦，有厝的可能阁无几个啦，甲旧一间厝都无几个啊，阁要5分地。种树啊哈，我认为啊，一个好的都市，你的绿地哈、啊、面积啊愈侪啊，你的生活迄、那个都市的生活品质愈好啦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是从简单的指标嘛。所以我认为哈、啊，台面上啦，即种的时候接起来，台湾的土地啊重新规划，都市重新规划啊，甲树啊种伫都市内底，这下是咱一般咧想的，啊，着都市要加种寡树啊，啊，公加种寡树啊，我互恁看。我去美国时，看到一个都市，足特别的，我嘛去带一条。啊、哦，来，这嘛是同款，对一公里的空中翕啦。你感觉这是啊？这是一个都市哦。跑掉了。
啊，雷射笔没有了哈。好，这解多期啊。中间呢 ，Huntington Woods， 这是英语名，伊无法多用翻译的，中文翻译袂出来，所以说无翻译。你看这个梯形面积哈，这个，对，这是这个多期哈。你感觉什么色？规个拢绿色。我伫美国读册时阵哈，我是住伫顶头这个 Berkeley 家。啊，迄阵啊，暑假也是我有去个散步，啊，无用哈，行过这条路哈，这白色这是路，行过了看迄边，哇哇，这个都市怎么这么漂亮？啊、漂亮，来，这是500公尺的高度哈，你看下这白色这是路啦，除了路以外哈，剩的拢是绿色的，啊，有一个所在哈，上歹，这个所在，这是一个高尔夫球场。即摆来形容哈，互你去一个高尔夫球场，你会感觉水无？水啊，绿色的啊，无像咱从外口出去，哦，外口出去拢看啊，房子嘛吼，拢看着厝啊，拢白色的啊。即摆形容你看到高尔夫球场，你会感觉足水的，但是去到这个都市的话，高尔夫球场歹，有啦，拢草啊，人工的，所以拢天然的呢，啊，拢天然的。我给恁看迄个相片哈，我伫遐时阵啊，我去散步哈，就是去散步时阵哈，袂记哩揸相，袂记哩揸翕相机啦，那是网络掠落来，哎，水无？真好，你带了这款东西有点爽无？就爽诶，比迄个台北阳明山搁较好吧？哦，过来，迄种呀，你看，迄树啊乌坎坎诶，哎，对啊，你看。我看不看嘛？我认为啊，迄去遐你会感觉啊，所有树啊差不多，所有厝差不多拢叫树啊包掉的啊。我看不看？对。我感觉哈、啊，都市应该像安尼啦。我去到遐的感觉是哈、啊，是都市起伫个树篮内底，都市盖在森林里面，唔是讲咱伫个都市里面种树唔对呢。整个观念呢改变了，都颠倒变了安尼啦。我认为哈，咱台湾，咱台湾后摆的都市内，咱像安尼好啊建设计划哈，大家拢会当有真好的生活品质的。台湾的空气即马偌差，你知无？我连过你看，哦，连过你看，哦，来，人咧赖上，咧甲咱征求啊，保护咱的环境。啊，咱咧，咱大部分的人咧，清明节拄过了没有？你有等于拜王拜祖先吧？我问你咧，你清明这个时阵拜祖先，拢无烧香，无烧金纸，无放炮的举手，干那一个尔，那安尼，还有无？真正干一个尔吗？哎、欸，真无错的呢。当赖上咧，甲咱斗三工，啊来哥哥，伊咧甲咱斗种树啊，咱拢甲树啊撮起来，摕来烧。我跟你讲，你烧金纸、烧香、放炮，唔是干那烧树啊，你咧烧啥会知无？嘿，不是空气污染，你要烧钱啊！你嫌你钱伤济啊？啊，钱伤济无来好啊！啊，无摕来面，台面政府，你想是不是安尼？哦，你想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足恐怖的呢！啊，那恐怖来，你看 PM 二点五是啥物物件？你知影吗？细悬浮微粒啦！前一阵啊，二月、三月时阵，咱台湾的空气拢哎雾蒙蒙，迄不是真正的雾呢？迄是啥？迄种细悬浮微粒呢？啊，来。倒位污染上恐怖，寺庙的，你知影吗？你若去问迄庙公哈、庙婆啊，哎呀，迄庙啊内底有迄点香的，你甲问，啊，你身体好无？伊一定甲你讲，定定咧食药啊。哎，哎，哎，阿姐，哦，你看嘛呀，点香啊，会安尼呢？哦，这种刺激呢，哎，哦，哎，因毒啊。长庚医院的迄毒物主任，哦，哎，你看，哦，点香诶，啊，这林杰良医师怎样吼？哦，伊阵啊过星期告别式安尼呢，哎，来，啊，你讲，啊，咱长期以来就是爱拜公妈、拜神明，就是爱点香啊，啊拜啊，嗯，啊，无点香，感觉怪怪，袂安心，哎，啊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跟你问，我跟你讲，回去拜拜啊！
我无骗你哦，等去跋尾，甲恁大公妈，甲恁大人民讲，对即马开始，无爱烧金，无爱烧香，安尼好无？你甲跋尾，我相信啊，大部分直直拢是成尾啦。啊，恁大公妈是咪来讲袂使？还要继续烧？你好，我听你的吼，后摆你来负责。真正我无骗你，你会使甲等去恁大问你祖先啊，甲神明看卖，去甲跋尾。信命哈，嘛是爱咱好吧？伊个信徒，你个子孙啊，若无好，我想伊嘛袂快乐吧？啊，这先天公即马无烧金烧香，恁知影吼？来，这是因个迄个主持师父哈，伊讲个哈，讲哈，上天上介意啊，成神个人啦，做神事个人啦，来庙内底敬神哈，无准备香花水果袂要紧，啊，无穿新衫嘛袂要紧。哦，衫裤清洗就好。啊，敬神的香啊，无买嘛袂要紧。哦，一个人的心底啊，善良啊，自然就有发出迄个道德的香出来啦。哦，安尼啊，文主公啊，上欢喜。真的啊，我认为是安尼啊。哎，啊，神天公讲啊，我买烧金烧香，有多人起来抗议啊，边啊遐卖金卖香的抗议啊，啊，我明仔过生活。那是抗议的人，电视有翕出来，但是哈，想到这个师傅干咧做，边啊冒一挂卖金卖香的哈，伊讲啊，得文主公来托帮啊，讲恁唔免烦恼，恁这人拢会有头路，拢有钱下谈，我拢甲恁准备好啊，拢甲恁安排好啊，恁唔免惊。啊，这方这新闻也电视无播出来，所以咱唔知影。啊。主持师刚开始嘛是文主公甲伊讲个啊，一个月前就甲伊讲啊。咱人哈要改变，人心命嘛咧改变啊。我去到美国读册啊，我得回头过来想想咱台湾。人去美国人迄边哈，人信耶稣，信上帝，人也无咧烧金，也无咧烧香啊啦。结果人国家是世界第一强个啊，世界上强军事经济，世界上强个啊。啊，咱拜拜烧金烧香，咱唔拜比人较少嘛。啊，咱哪安尼？所以烧金烧香无，我感觉无应该，即摆应该改掉，因为对环境无好啊，对咱身体无。恁大家拢知影啊？你唔知吗？啊，啥恁唔爱改？啊，对代志都爱去做啊。本当啊，清明的时阵啊，两年前我就甲阮爸爸妈妈、甲阮家人讲改掉。哈，无要烧金烧香，阮家的路清掉清路，规拢洗清气。啊，即届清明到啊，要去山顶拜拜啊。阮妈妈阁传一束香啦。我咧想讲靠，啊，这是到底是爱讲啊，唔讲啊咧？迄个阮爸吼，八十几岁啊，先跳出来讲啊，哎，妈呀，要点香要创啥？你长个山顶啊，烧百瓦，迄个小火灾啊，一百瓦遍啊，迄个消防员、消防队拢无够用啊。空气歹到要死，卖烧香，卖烧香。阮爸八十几岁，家己安尼讲，伊烧金烧香一世人，即摆讲要改掉，空气上歹啊，对啊。无唔对就改，对就来做，真是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甲赖上同款嘛，你用五届袂要紧啊，我卖甲你，卖甲你辩论，时间到你就知影，到底向对。哦，来。台湾的空气污染超过世界标准，比十三个较恐怖，这恁捌想过吗？迄电信遐垃圾油，我知影，我卖个食，卖个买会使吼，可以吧？你讲阮家的空气就歹，我卖喘气会使吗？哈，干哈倒？你捌想过无？这比十三个较严重呢。啊，这伊山大饭店对不？伊山翕出来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像安雾茫茫。啊，这是。高雄的八五大楼翕出来就是安尼，足恐怖！你看，台湾今麦空气偌差，细菌为例的度假 PM 二点五啊，十月到二月只有十天没有超标啦，这是在中南部有够恐怖的。五个月你看，五个月加十天无超标呢，降雨前几天无啥落雨嘛，已经几落个月无落雨。二月到三月每天都要戴口罩的，大家都要挂口罩。啊！你个多少烧金烧银？要搞家己昏了死哦！啊！你就该速毒个，你喜欢吸毒啊？哦，盖过来啊！多种树啦，少烧这个香啊！
哦，金主啊，你卖想棒跑个嗨，想要棒跑个嗨，你知无？佮加啥物？噪音污染啦、啊！哎、啊，泡啊，迄变了啊，迄伊迄个啥？伊个味佮比迄小金箱佮较重嘞，恁知影吗？对不？改掉，改掉，真正无好诶，佮改掉。你咪讲爱是传统啊，啊传统无好改，好啊对诶来做，好诶留落来，是安尼。哦，好，来，你有，这就是阮中华啦。阮刚去看诶时阵啊，迄刚去山顶就真正看到遮安尼，无代志做诶。替人挂差，拢无来日子，拢第一只开讲啊！是安怎？你烧了了去啊？空气够歹啊！哦，你若烧了搁较大声，迄毋是干空气歹啦，无了死人诶！哦，改过来啊！哦，改过来！哦、来，台北市啊！你想讲明年开始啊？你公墓不用点香啦！阮外公阿嬷囥伫台，去嘛是啊！我嘛无咧个点香诶，嘛无咧个烧金诶。你即马去迄公墓啊，去塔内底啊，你遐金到尾拢安怎？你有注意过无？即马拢甲你收诶，不好你带遐烧，收收诶可以来烧。去迄焚化炉烧啊！啊，你传啊者金纸去要创啥？啊，要加开钱诶，你拢甲钱烧掉。哦，你讲啥？要用莲花灯取代香枝啊？哦，啊，旧年讲用这火代替香，啊，结果接受度不高，我感觉唔知是安怎。这火较贵吗？我不晓得为什么。哦，是民讲啊，无名香，名啊，甲做神啊讲话，啊，想过无？我问你啊，你家乡的时阵，甲做神啊讲话，做神啊捌甲你应话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？你家乡拜拜时，做神啊真正甲你应话有无？哈、啊，有无？没有嘞，你这有会举手？啊！你个玄香要创啥？咱一句话啊，心诚则灵，你知影吗？哎、欸，真正是安尼嘞。我妈妈讲啊，我妈妈愿意改掉讲，对啊，我较早的经验落来，我的经验就心诚则灵啊。你个想就来啊！我直接要跟你讲啊，灵界的沟通，灵界的沟通，不是用一根香，是用你的意念。看你要相信无？哦，啊，哎呦！哇！抓钱啊！一张收15吨多啊，够恐怖的，比一座山搁较济啊！我讲，那收偌济钱去？哦，来，农历三月小妈祖，恁知影吗？捌听过无？哦，即摆有较好啊！较早哦，我看三四年搁较恐怖，搁较严重。阮家嘛，迄大家嘛，阮是中华，大家嘛，大家也要回去啊，出巡了，要回去哦。来个阮中华哦，我当年哈，较早先。困了，别，半暝来去哦，拍岔起来，一放放一两点钟啦。火大是安怎？啊，就马上要回去啊！哦，够火大诶！即摆搁要来啊，我就出来。我无闲。啊，阮家边啊一个迄不过牛奶诶啊，哈，上高放炮，一更暗时啊哈，放炮放30-50万，真正家伫咧门口咧放门放一两点钟啦，吵到要死，空气有够歹，你有会惊死我无闲？哦，足热诶，你。中华前顶个月吧，啥物嘛做去个本港，啊，倒转来，结果嘛是啊，半暝啊，乒乒，人即马就开始投诉啊，真个啊，即马人就敲电话去市政府啊，这外面个人讲放炮是安怎？人咧改啊呢，嘿，人咧改啊呢，哦，来，阿妈做，哎呦，我有当下真正定在想呢，迄个放炮啊，烧金烧银啊，空气污染、噪音污染啊，这真正是妈做艺术吗？啊，商人的意思，哎、欸，真正好诶，是你人的意思，啊，啊是咱家己犯人要的，哎、欸，啊是这是咧造造福，啊是咧造孽啊，你是咧造福，啊是咧造孽吧？哦，想看卖啊，哦，为咱台湾啦、啊，我讲为咱台湾，咱好不容易来个台民政府啊，吼、哦，其实各方面拢会使做啦，你感觉什么是好诶，什么是对诶，你做嘛，哦，啊你讲啊。啊！我拢不爱烧金，不爱烧香，啊！遐个生意人要安怎？哎、啊，要安怎？解毒啊，无要安怎？解毒啊！啊，边啊遐神灵公遐，其实遐妈祖庙哈，我知影，即马隔壁边啊遐拢有只卖迄啥玩具公仔，毋是玩具啊，就是迄特别较设计出来，迄妈祖迄较古锥迄款个啊，有迄护身符啊，迄嘛是转文创嘛吼，你啊家己想办法转毒啊，哦，啊想办法转毒。好来，
啊，我最爱伊甲恁讲，对个代志爱去做嘛。赖上嘛是安尼啊，咱陈明章嘛是同款啊。咱的诉求真简单啊，那是做对的事情嘛。对陈明章来讲，什么是对的事情？恁三工就要结束啊，什么是对的事？啊？知影无？很闹、哦，啊，佫有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遐两张图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？有甲恁江叔甲恁讲无？没有啊！恁这三天来读到咱上重要论述是啥？日俗啊，这是日本皇宫诶，美战啊，是安尼啊。这对咱台湾人来讲，第二代是就是日俗美战嘛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嘛，这是第二代志啊，就是安尼，很简单啊。讲较简单诶，就是安尼啦。其实足复杂诶，足复杂诶，甲你过关到上简单诶时阵，就是安尼尔。日俗美战。让台湾对正常化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来看，啊，柯文哲，伊认为什么是对的代志啊？想要放伊的农业啊，点样来讲？我唔，无唔对啦。伊有一挂理念足好诶，但是伊嘛有做唔对的代志。哦，来上家。可是他找不到出口啊，讲哦。今天的所谓柯文哲现象，是因为台湾民众心中有愤恨，可是他找不到出口啊，把那个所谓我只是那个出口而已啊。事实上，是时代潮流推着我在走，并不是我在领导时代潮流。但是，如果命运要把这个任务交到我手中，我会很认真的去把它完成。当前台湾社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就是蓝绿对决、蓝绿对立，而且是没有理智的对抗。整个社会在空转，整个社会在空耗。当然，我们在想说如何打破蓝绿这个问题哦。其实哈、哦，就是公益了。如果要打破蓝绿，就要比蓝绿更高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就叫做公平正义。今天台湾社会被蓝绿绑架，缺少的就是公平正义。这个也是我讲过很多遍的。其实哦，政治没有那么困难的、啊。今天政治是被那些政治人物搞得困难的、啊。政治很简单。找回良心而已，因为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你要跟我讲你不知道吗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今天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对的事情没有办法做，错的事情一直在做。所以台湾政治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建立一个可以做对的事情的社会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就这样，政治上最、哎、他说的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讲到每个人心里面去了嘛，对吧？台湾社会就要建一个什么，一个可以做对的事的社会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啊，伊来得有功的啥？是时代的潮流推着他在走，不是他在领导时代潮流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嘞，啊，秘书长嘞，他是在领导时代潮流呢，所以做代志必然更加困难啦。台湾人无人要干，无人干来做，进前拢无人干来做。伊发现了，伊甲李登辉总统讲，李登辉总统讲，稍等来，台湾人也无迄个水准，先卖做。咱即摆嘛是啊，咱领导时代潮流，咱嘛是要做对个代志啊。但是我要甲你讲，柯文哲说得很好，我捌去伊个脸书甲留言，请伊来台湾民政府。迄阵啊还袂投票，去年差不多四五月份的时阵，我往外问伊啊，我们跟你讲了对的事情，讲对的理论，对的道路，啊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了解呢，对的代志，台湾民众这条对的路，你想要无来了解，你无来做，无来做，还佫为他讲啦，啊，给你透露信息给你，你又不来了解，怎么这样呢？可能一时啊想无用啊，哦，好，过来，来，没有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2013年4月5日时发生一件代志啊，头一遍要去美国办迄个记者会，结果呢，派出去人叛变。
恁来台面上嘛同款哦，我甲你讲，你爱家己定下舒克，阮会当对迄个秘书长对到即马哈，阮毋是干戆戆对咧行咧。秘书长做啥，我有来看，伊个做的对唔对，伊个论述对唔对，一对，所以我对你行。啊，有人叛军出去哈，4月25号时去甲遐去甲美国讲，我们台湾人已经有自己的政府了，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主权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台独啊？所以现在两种个处分，等来了之后开除，不得去无法度啊！为了一届，下面又发生一遍、第二遍呢？美国讲，你若无甲这人处理啊，就叫中华民国来处理你们，不得去啊！改下人是应该啦，开除啊，不得去，可以办一遍这个记者会，9月5号的时阵啊，咱的主席即马真少回来啊。伊拢伫日本啦，足无用诶。嘛是啊，去公开宣言，伊讲啥物话？讲台湾民政府主要论述，主要论述是啥话？啊对啊，啥物啊？伊起码是讲日苏美战诶啊。啊，过来，还要讲三点：美国地方迄个华盛顿特区啊，地方法院的判决有三点。第一个是三点，尾啊高等法院判决变5点，伊是。去跟他讲3点尔，这3点，知影吗？台湾人没有国籍，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领域当中，就是安尼。台湾民间论述就是安尼，很简单，其实无简单啦。那是秘书长吼，读足侪册，呕心沥血吹出来，啊，浓缩到尾啊，就变安尼，是安尼。哦，好，来。最近今年又开始去过美国二二办，过美国，恁知影吗？知不知道？恁来定下去咱的迄个官网看啊，他们2-3天要看一次啊，每天看是最好啦。那无法度每天看吼，2-3天看一次。一个过美国上重要的3点，你足长的啦，总共有27页。哦，啊，主要的物件在第4页。哦，啊，上尾啊，最后2页也是啊，因为。所长就是安尼啊，头前讲，后尾啊开始举例证明，啊，到尾啊，佮结论佮讲一遍，哦，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讲，咱要要求啥话？3点：1946年更改国籍的行政命令违反国际法，非法剥夺原告受国际承认的国籍。这些讲啥话，知影吗？知影吼，伊来甲咱强兵嘛，讲咱全部拢改做中华民国的人嘛，哦，啊，这是违反国际法。不可以啊！过来，中华民国这几场大捷时阵哈，美国无受欢迎的做，而且美国甲英国佫抗议，连续抗议3次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可以。结果中华民国嘛是要改咧做，做到今嘛咧几年啊？1946年到今嘛咧，69年啊！更改国籍的行政命令没有得到美国的授权，谁人要要求这点你知影吗？因为中华民国第一家是。美国的代理啊，啊，我美国是头家啊，啊，你中央个新罗啊，啊，你新罗要做这件代，我来讲袂使做，你硬要做，啊，新罗做唔对，新罗换人，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中华民国走，没有听我这个老板的命令，没有照我老板意思去做，这个代理人做的不好，我要换代理人啊，是安尼啊？哦，过来。更改国籍的行政命令剥夺本土台湾人的日本国籍，然后强加中华民国国籍，无效。既然是违法，就是无效嘛，就无效。就是安尼。中华民国给咱的这个国籍呢，无效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摕迄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变啥？废止对啊。啊，过来倒来，什么款的才有效？中华民国身份证是假，废止。啊，什么款的才有效？对啊，咱台民政府迄张身份证照好啊，那是美国直接发给咱的呢。迄张照好，迄张是主人发的。啊，中华民国发的，这新罗发的，这假。是安尼啊。啊，而且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无效。咱这本土的台湾人，你阁会使去投票吗？啊，你怎么是中国人？你阁去投票，投啥票？所以选举安怎？选举就取消。啊，你进前选掉遐的人。安怎？去年选掉的人，无甲你承认，全部换掉。
是安尼啊，我伫柯文哲的脸书顶头嘛，先来甲讲。啊，你过来讲。好，今年啊，你礼拜几啊过了，搁去美国，搁去记者会，即届记者会上成功。之前记者会哈，较无迄个国际媒体甲咱报道。即届呢 ，CNN 哈，家己主动替咱报，替咱开记者会啦。啊，搁因为这是真正伫美国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迄、那个，迄内底哈去开这個记者会哈，所以全世界新闻拢发布落去，全世界媒体都接受。敢若咱台湾无报，够夭寿的。中华民国的迄个媒体全部把它封锁。啊，即马迄个《自由时报》对咱较好啊，即马有较常咧报咱的消息啦哈。好，这是主持人，啊，这是咱的秘书丁福林，哦，啊，这是咱的律师，啊，秘书长拢不爱出去，啊，不叫人出去，秘书长有啥不爱出去？你知影吗？伊讲啊，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啊，啊，我爱摕中华民国护照啊，啊，无护照我就出去，啊，所以拢不爱出去，用安尼啦，啊，我嘛要学伊啊。对吧？啊，中央民国护照唔是，无效啊，我唔爱摕啊，我要等你发旅行证件给我。我摕着你的旅行证件，我就要出国去，我就要看你的旅行证件是唔是有效。啊，若无效咧，无效就倒打啊。啊，伊敢发，就表示讲一定有效的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好，来，啊，台湾的地位要对到去看，对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去看，吼、哦。这三条，这跟咱台湾地位有关系，哦，你也可以看。那写是英语啊，原文是英语，哦，足难的。哦，我看个大家足听的，我即几工咧看原文，啊，中文哦较简单啦，看原文足难的。哦，但是我要甲恁讲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无完全解决台湾的问题，解决一半咧啊。啊，伊讲讲不放弃，啊，放弃过来咧，台湾要行去倒去，台湾地位未定，啊，台湾地位未定。哦，但是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啦，中国的。啊，这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原文，安尼，哦，你也先去看哈。伊用四种语言下去落去写哈，四种的语言落去写，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搁日文，哦，好，啊，这是内容哈，家、哦、去看哈、哦，我给你找出来。你若有兴趣，你也出来提我的资料啦。其实我的资料对得出来哈，我拢有顶头，其实拢有注明哈，其实拢有注明。哎、欸，这看袂出来哈。我拢有注明伫个顶头，还有网页伫倒位，哦，即马只看无哈、啊，哦，嗨，啊，台湾目前国际地位是啥话？哎，在赶紧复习啦，就这样，就很简单而已。目前国际地位是什么？日属没在呢？对啊，台湾地位未定。哦，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未有占领权，啊，中国流亡殖民政权代管，即马。较早人拢甲讲殖民政权，即摆拢甲讲难民政权，对吧？难民政权代管，哦，啊，台湾人新婚呢？嗯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拄则甲您讲无国籍嘛，哦，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，生活在政治监狱当中。咱的国籍照你讲是大日本帝国，但是即摆无大，迄、那个国籍被什么？先暂时冻结嘛，悬吊起来不能用嘛，哦，来。欸、领土主权的转移要有明确的条约啦。对立主世界大战以后哈，无一个条约，我跟你讲哦，条约不是宣言，宣言没有用啊。宣言就是讲，吼、哦，我过来我要做什么代志哦，我过来我要做什么代志哦。啊，真正做落去，真正写条约、写契约、写契约、写条约的是合约，你要照合约去看。这些拢无，顶哎，中华民国人来讲，啊、哦，因为安尼，所以台湾已经变中华民国的，没有，你家己看，你讲，哎、欸，开头宣言好像有讲哎、欸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战争以前宣言不具效力，战争以后要看条约，条约没有写的宣言就失效，一切以条约合约为准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实现啊，没有实施开罗宣言啊，它无效，它自动就无效了。哦，啊，占领不可以遗传主权，跟你几句刚好听有读到吧？有讲吧？是吧？美国去打人伊拉克，哎、欸，结果嘞，伊刚好讲，哎、欸。伊拉克现在变化美国的土地没有啊？现在的国家就按照现在的国际法，大家遵守规矩来做啊。欸，以色列占领人家的什么加沙走廊，是不是？刚占领人家巴勒斯坦的加沙走廊，占三十八年，
无效，无嘛是无效，毋是渐渐变你的，毋是你的，你占较久嘛袂使，个人行人，嘛是爱行人。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央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，互你占，证书互你占应该，但是你袂使讲变你的啦。条约嘛无安尼写，啊，条约嘛无安尼写。啊，中央民国是流氓政府，这两人怎样？流氓政府不能就地合法，达赖喇嘛，迄、那个流氓政府伫印度的达兰萨拉。咱拢承认嘛，咱拢知影是流亡政府嘛，对不？爱哪个印度讲，哎、欸，我土地无用你啊，我占你个家，即马变我诶，你知影发生虾米代志吗？哎，对，小台战争，就是安尼。但是咱去互中央民国占掉啊，哇，咱无法度诶。伊个是真正是咱个占领者，我没有办法。啊，若无照你讲，发生战争了。但是咱第二班，咱个遐。前辈有去来反恐嘞，二二八进前遐人要有人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，因个有人去要求，美国你家登来占领，结果美国拢无做，二二八太了了，大家拢惊着，啊，足可怜嘞，台湾用安尼压迫已经70吨啊啦。哦，战争法主要原则哈，这几点我希望恁知影哈，哈，这不管啦哈，这无讲哈，第二点。占领军不可以向当地居民实施征兵制呢。中央民国袂使叫咱去征兵呢，这边呢，你知道是安怎吗？当兵代表什么？知不知道？代表效忠，代表你的国籍的转移。那个法国佣兵很有名，你知影吗？最近我看电视个咧报，台湾人若去做法国佣兵吼，这能当量吼，你要变做法国人可以呢，你就可以变法国人呢。所以募兵制嘛，赶快啦！哦，募兵制，所以。秘书令讲，募兵制也不可以啦。你募兵制，你哪个做了去了？你没变中央民国的人，代表效忠，代表主权的转移啊，国籍的转移，不可以啊！你像违反人性，想要讲违反人性，占领军跟被占领的人民，两边是什么敌对嘛？敌人嘛？你叫敌人来，你的军队来，在这边发生什么代志？时间搞就给他叛变啊，给他兵变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这违反人性嘛？高雄州的州长蔡才元，您知影吗？伊就是啊，较早下雄好，我入来陆军官校学功夫，听下我摕着军官先吼，我就甲你变过来，不对嘛？哦，来占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体系继续运作，什么意思？咱的生活无改变，平民的生活照常，但是袂使有军队啊，没有外交权啊，就这样子，那生活照常啊。所以啊，中央民国来，甲咱听，收咱的土地。阮中华办公室哈，有一面壁，你若有机会去看卖诶。迄地主哈，中央民国军队来，共土地共占去，摕去用。啊，结果几年后，迄土地无咧用啊，军队无用啊。啊，地主去甲管政府讲，土地可以还我吗？啊，管政府去找国防部，结果国防部讲无解啦，无用你啊。哪有人安尼？所以我讲，迄毋是军队，迄啥物？迄土匪啊，真诶啊！你拄来时，你就有需要，我无法度，你甲我占去啊！即摆你无要用啊，你阁毋信我？哪有人安尼？你土匪啊！你系土匪啊！哦，哎，被占领区居民有暂时效忠原则，无法度，你恐占领，暂时效忠对方。哦，来。主权被占领国，占领全国握有，还没有移交给当地民政府，属于暂定状态，未达最后状态。台湾民众嘛是啊，美国来个家，咱台湾民众提外乡，不是转去啊呢？美国军事政府还搁伫遮，台湾民政府提了了，开始建设台湾，还搁时间搁甲美国去谈判，搁甲天皇去讲话去谈判，看台湾后摆要怎行。台湾第一要甲足以后全部正常时，爱甲美国去签一届和平条约啦。为着台湾第一要正常，到尾啊，最终第二时一定爱去签一届和平条约。哦，来，被占领区的管辖军事政府体制要有正式宣告才结束。占领要有真正宣告才有结束。美国总统啊，奥巴马迄阵啊，讲要对伊拉克撤军，对不？啊，撤军真正撤军啊，啊，占领结束。咱台湾什么时阵宣告讲占领结束？美国国会嘛无宣布，美国总统嘛无人宣布，啊无宣布了安怎？佮继续佮往前嘛？佮继续往前嘛？有没有撤军？也没有撤军啊！
那撤军对我们个军队就走啊，有没有撤军？佫继续讲，占七十吨哎，可能人类历史上被占领最久的啊。啊，被占领区哎，好，过来，占领区属于独立关税区哦，这里有怎样嘛？这个刚好能讲嘛，吼、哦。好，主要占领全国可以委托他国执行代理占领任务哦，所以美国叫对我们个来代理，哎。其实迄嘛是中华民国啊，迄只是蒋介石的军队尔，迄嘛是中华民国啊。哦，好，来，那么最重要诶，战争法原则是即使被命令，没有人必须做非法的事诶。咱用占领，伊袂使叫咱做违法的代志啊。啊，中华民国做虾米违法的代志？叫咱提伊个身份证啊。啊，会使卖提无？哈哈，可以吗？无多，咱即马生活中有需要，无多。啊，至少忍耐拿了，会使卖地好食无？不可以，不出国就不要拿、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不是吗？哦，征兵会使卖去做兵无？无得，你无去做兵，伊来解掠去，来关关关，又叫你做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是只好忍耐先做，啊，可以不做就不要做，可不可以不要缴税？有人。阮台中就有人去试过哦，迄副秘书一个，做过呾，对旧年开始，要三月份开始就无去缴税，去国税局查，讲啊你没有欠税，你没有欠税，你哪呢？你也在试看嘛，你也好当试看嘛。好，哎，搁要缴税啊？不要缴税，五月份搁要缴税啊？就废多。伊甲咱加收的钱吼，伊拢无退予咱嘞，啊咱啊减。减高诶吼，伊就去解堆伫咧堆诶。哦，哎，爱使卖去选举无？可以啊，当然嘛，使卖去选举。你去选举，搁爱互伊钱哦。全世界哪有人安尼啊？所以啊，民进党、国民党就爱选举诶，选举咧趁钱啊，当然嘛好。哦，这种违法诶，这种袂使做啊。其实你去想看卖，还佫足侪拢是违法诶啦。啊，还佫足侪拢是违法诶。哦，来。去年哈，因为我咧找迄个资料啦，无一定去网络顶头看到迄柯文哲的演讲，哦，足感动的，哦，这个人太好了，我想讲，甲咱民政府哈介绍伊。其实我之前咧上课时，我有问讲，你有亲戚朋友，还是恁本身有人熟悉柯文哲医师无？拢无人举手啊，啊，无人举手，只有我去啊，去伊的 Facebook 顶头甲留言啊。柯医师你好，在 YouTube 上面看过你演讲、哦、很佩服你的看法跟创意，我支持你当台北市长。哎呀，当台北市长除了参加中华民国选举，还有一条路，欢迎你花一个周末时间来台湾民政府上课，了解详情。哦，地址哦，电话网址，我来讲。哦，啊，这是我本人讲课的录影，欢迎你来看。安尼，那是去年差不多四月啊，五月的时阵啦。你昨天还没投票嘛？我立刻讲，结果过两天以后，我去伊个。Facebook 跟电脑啊看，你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吗？无去啊，真正无去啊，被删除了。正常的啊，没有什么嘛。哦，好，来不要紧。哦，这个咧，去年十月份，迄阵啊，离投票已经足近了嘛，吼、哦，选举已经足近了。咱十月份八月哈，公告可以开始申请什么旅行证件？哦，足欢喜的。啥物啊？因为我知影快要执政了，伊才会敢发旅行证件啦。因为旅行证件提了了，大家要出国了，要试看卖啊。有效哦，就表示台民政府是真的嘛，这条路是正确的。无效就收起来啊。伊一定是知影有效啊，伊有把握一下刚发这旅行证件嘛，开始去申请。哦，就欢喜，佮想到柯文哲医师，因为哈，我伫电视顶头看伊去用访问啦。柯文哲讲吼，伊要选台北市长时阵哦，因爸爸知影，对厝的坐车去台北，甲柯文哲讲。228的时候，我失去我的父亲了、啊。我不希望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，我又失去我的儿子。我讲啊，原来他是228受难家属哦。奔头达人一定要帮他。我可以去耶 ，Facebook 顶头去给他留言了。真的呀、啊，哦，10月8号我就去给他跳去了。啊、哦，去给他留言。这卡细腻哈，我念我的听哈。柯医师及竞选团队，大家好。大约三个月前，我曾经在这边留言。过了两天被删除了，正常的，我可以理解。嗯，身为本土台湾人，我还是想再打扰一次。哦，竞选团队的精英们
有责任为柯医师过滤及收集资讯情报，请审慎处理我提供的资料，花不了多少时间查证，却会改变各位的命运。哦，来，中华民国即将离开台湾，台湾民众最慢明年拿到政权，就是今年啊。啊，哎，这次选举所有当选的资格将不被承认。台湾民政府摕了政权了，接下来选举调人拢无要甲承认啦，全部给你换掉。除非你入来咱台湾民政府，甲因共款，甲因大家共款，对初级班开始上课，从头来过。哦，美国军事政府将在短期内核发旅行证件给领有台湾身份证的台湾人，啊，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台湾人。台湾人在美国军事占领中，请看台湾民政府官网，那个老各个留言。过一天我去那个看，这次没有删掉。但是哈，我发现柯文哲他很用心在经营他的那个脸书啊。过一天了吼，我讲噗，大概小会卡起来，爱直揪才看到的，阿拉无看袂到。但是我有发现啊，柯文哲只要有在脸书上面有什么留言、什么消息，拢有人可以按赞。啊，无有人开个留言回应呢。结果我这条，我也看，没有人按赞，也没有人留言呢。咱台湾民众真正足辛苦的，我问你，我注意到啊，即马网络上足侪拢安尼，较早会甲咱骂，讲你唔对，讲你诈骗集团，即马唔敢骂啊，唔敢骂，甲你冷处理，当作无看到。真正有当时啊，挫折感很重，啊，挫折感很重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做啊，为了台湾人。嘛是为了咱家己，嘛第二代是继续做，是安尼啊？哦，哈？哦，对，所以顶一期哈，我顶届上课时阵，三礼拜前哈，我来遮上课，拄拄啊好，咱下骹哈有两位中心，两位中心啦哈，学员拄好甲迄个柯文哲有熟识，安彦先生哈，都很激动，都跳起来，都为柯文哲发言啦。公告表哦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没有人去跟他接触，然后他现在也很忙，没有时间了，是这样子的意思。意思是那样。啊，但是我会讲，我不是到，我又不是到选举完以后才这个给他消息的，半当前就跟他讲啊。爱无买入来，我也无多，可能迄阵啊已经足无用的啊啦。但是他有竞选团队，所以我今摆搁俩在跟他讲竞选团队。啊，伊无爱啊，伊一定知影。他没买入来，我有办法，所以我在这里问他，你不是说你要做对的事情吗？啊，我跟你讲了对的讯息，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做？哦，你为什么不来做？啊，那一对夫妻啊，因为他跟柯文哲就写，他就了解他，意思说，真的现在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人牌太当了，整个台北市都背在他身上了，也不可能进来。为什么不能进来？第二代机的谁来做啊？像讲你不能进来，没有时间吗？你去敲啊，你改敲时间。你若真正因为第二代志要做，你就要多敲时间出来嘛。没有要求你马上把它放弃嘛，不可能。至少先来了解啊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就是安尼。足无彩哈，时间特别到啊呢。啊，无这样搞，恁看一下啦。来，上家，我们赶快把它放一下哈，好，赶快放一下。这是我上课的。不要以为你是台国人，不要讨论，自己想，任何答案都可以。你只要认为我是什么人，这样就好了，都没有关系，任何答案都可以。国人吗？台湾人吗？还是两个拢是？还是拢不是？啊？你是这样子以为？来，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眼睛闭起来。啊。眼睛闭起来。来。认为你是中国人的举手，没有关系，你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管别人哈。好，我放下。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举手。对，举好，不要举阳手啊。好，手放下。认为两个都是的举手。好，请放下。两个都不是的举手。哎，这地方都没有举手的举手。不是人啊。好，再来，我看下一个题目。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想要当哪一国人？
不准讨论啊！中国人、台湾人，喜欢这美国人，还喜欢这日本人？看好没有？看好了。好，来，眼睛闭起来，不准看别人。好，想要当中国人的举手。想要当台湾人的举手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想要当美国人的举手。我举好来。好，我问一下，想要当日本人的举手。好，我问一下。老师他有问题，他只要当南非的。刚才想要当中国人的零，然后当台湾人14个，美国人7个，日本人12个。刚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3个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26个，认为两个都是的3个。两个都不是的，没有。啊，上家，哎，这是我上课的录影哈。照理讲应该全台湾来做调查啦，但是无可能，所以我用我家己的班来调查。啊，阮哥哥嘛是做老师的，啊，伊嘛捌家己的班做过调查，结果阮发现啦，现在下人的囡，因较想要做的是台湾人，这没有问题。过来的是日本人。哎，那这拄好甲咱的民政府的论述对哈。本来是日本人啊，咱是台湾人，无唔对啊。啊，外口有人讲，啊，恁起来乱，敢是安尼吗？我无认为乱，会乱的是遐中国人啊，会乱的是遐既得利益者。但我想，咱少年辈啊，应该是支持才对了。哦，好，咱今天到这为止啊，哎，谢谢大家哈。